以善为本，以爱为名，身体的健康，心中的富有，才是真正的拥有。真正的富有，其他都是无常，虚空假象，梦幻泡影。经历是一种财富，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让人对生命有了新的定义，生命才会更加丰满和有意义。真正的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面对世界，面对未来，将世界与未来融入心中，纳入眼界，专注于你的所爱，去爱它，不要让别人左右你，影响你。重视应变的情绪，适应生活中的变化无常，尊重自己的心情心境，不要自我冲突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礼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